老队长张孝飞，算起来的话，在长春亚泰十来年，主裁判一声哨响，双方上半场的争夺已经开始。各位球迷朋友，您现在收看的是 PP 体育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二轮，广州恒大淘宝坐镇主场与长春亚泰的较量。这场比赛呢，由董路和李鑫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。已经进球了，另外一个他的防守的逼抢啊做得不错，很有可能呢会在第一时间呢在前场飞针走线啊，这边恒大的推进玩得非常的漂亮，然后跟进是不是张琳芃来了一脚远射，古德利，好，这球快开，传到禁区内，高拉特，你看这高拉特呀，看上去啊，他也不是有多高大，但是呢，他对弱点的判断非常之精准，打身后，没有越位啊，扣。左脚打门，哦，增城，好的增城，第二反应真的可以。这球吹了攻方犯规，有越位吧？恒大现在也准备提速，突然来了一脚远射，可以打进角，在球门区里反弹一下之后，门将得到了。高林拉开，塞到中路，没有越位，转身，左脚打，高拉特再射。始终没有出现越位的情况，但这脚射门啊，高拉特左脚是放了高射炮。今天他好像是杨鲤鱼顶在前面比较多一些啊。伊哈洛，伊哈洛个人能力。哎呦，挑，哇、哦，好的违背，架炮，门将不在位置啊。范晓东，哎呀，我天哪，他得搁到左脚吗？韩龙。再叫蒋哲，蒋哲应该是到目前为止传接球次数最多的球员。双方对滑铲啊，挑起来到后点，球啊球速比较慢。伊哈洛，这球蒋哲传的，最好的机会。脚腕子是松的，空了。蒋哲直接起球了，头球过门。曾诚把球。扑出底线，看看黄博文的，哦，吴亚科，吴亚科，哎，右掌把球挡了出去，左侧拿球，伊哈洛，哇，门将，打门，抹过曾诚的动作如此轻妙，但这脚射门啊、又如此粗暴，也让郜林和高拉特呀，哎呦，这是沿着边线，可以啊、前没急走，违背。围脖、哦、后点，伊哈洛头球，哇、哦！天哪，立住，打中了球门，立住。这一波长春亚泰来的猛啊！这个球不要甩头啊！架炮打门，伊斯梅洛夫。因为啊，上半场有一脚打飞机了，所以呢，古德利啊，这球有点压的比较狠。这次又是打远角稍微偏了一点。但打边路的时候，他空间大。高拉特停得很好。这是高林，打门有变线，哦，进了！52分钟，一个诡异的折射，是球进了，补过去，好像是臀部。何超啊，还是张力？蒋哲，蒋哲，哦哦，左肩，左肩，左肩膀。哎呀，这个球啊，这一蹭，结结实实的是噎了一个死角。吴亚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高拉特，高林，左脚传舒服，这太舒服了。哎，60分钟，高拉特打进了赛季的第8个球。高林助攻，这球传的太舒服，是太舒服了。一射一传，高林还是在边上，管用啊。还是蒋哲这边，对对，爆了！哎呦，门将的位置不好，空了，吊门偏了，怎么走都可以。黄博文分到右边，下半场恒大来了，有边后卫套边，有了，有没有越位啊？一会儿再看一下。啊？65分钟，高拉特再入一球。独门绝技，6分钟梅开二度，球队3-0领先。
是不是十七号拖在后面？十七号有一下要跟郜林，跟张琳芃。对，聪明，这球张力很聪明，没有越位。伊哈罗左脚，这球不传啊。杜振宇是，哎呦我天、哦！伊斯梅洛夫连续两次，哇，喂饼，阿兰第四个，79分钟4-0，这球就是高拉特小球塞的，高拉特情商很高。阿兰上场以后其实不太高兴，这小球送得很舒服，进球以后阿兰也是梅花眼笑。高拉特和郜林呢，漂亮啊。嗯，高拉特这脚打的是非常有准啊。对，这脚打的时候很有信心，又一个后、上来就有一个助攻啊，小伙子。对啊，阿兰也是梅开二度。球啊，嗯，他心态不稳的时候，他连续丢分，嗯，就没想到这个足球也是这样，顶得太轻松了，顶得太轻松。我估计这跟他可能中卫换人有一定的关系。那你要算东浦路小学的话，还真不少哈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主裁判赵志志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